坐在蛇形的华丽后座上，就令蔡依林身上近百条金蛇钻动，一开场就气势非凡。这是九令为了回馈歌迷举办的新歌演唱会。性感的热舞，蔡依林更扯开喉咙大唱声乐，超高音的声线让在场粉丝都非常惊艳。已经15年的九令，这次演唱会除了唱新歌，也让歌迷票选出他们最喜欢的歌。为了回顾出道15年来的作品，九令也回想起自己第一张专辑绑着冲天炮的造型，让他直呼实在不堪回首。大家千万不要剪那个画面，谢谢。我觉得你们很认真的会回去剪。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